等咗半個鐘頭，不如而家踩啦。我唔踩啦，你睇下而家落雨淋到濕曬，成條單車竟然冇人嘅，係得你啊先至會嚟踩單車嘅咋？呢度又多蚊，我又肚餓。不如揾間餐廳食下嘢休息下啦。仲揾啊？就嗰間啦。你個單車？梗係你幫我攞啦，快行啦，又落雨啦。不如坐呢度啦。坐呢度？呢度方便擺車嘛。呢度又熱又大雨，我唔坐呢度啊，我坐入邊涼冷氣啊。喂，呢度啊？你睇住啲單車啊，我去廁所先啦。咁你俾個背囊我，我要補妝啊。相信大家都會想，有冇咁易啊？一分鐘都冇，架單車就被人偷走咗。事實是單車被偷的案件經常都會發生，而且過程仲相當之快添。大家可能會問，如果踩單車踩到攰，想入餐廳飲杯嘢，又或者去個洗手間嘅話，應該點樣安置部單車呢？唔通真係要成部單車拎入去 ？Bonnie 啊，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我哋可以叫朋友輪流幫你看住架單車啦。又或者時間唔係長嘅話咧，我哋可以用呢啲鋼絲鎖比較方便，咁啊鎖住架單車。但是如果我哋嘅單車將會長時間放喺户外嘅話，最好咧就選擇一啲比較粗身同埋牢固嘅鎖啦。泊嘅地方最好選擇翻一啲比較人流多啦，同埋光線比較充足嘅位置。我哋一齊嚟睇下市民鎖單車嘅情況啊！先睇下呢架單車，個單車頭轆咧就用一個好粗嘅鎖，將頭轆同埋車架鎖住咗啦，咁就相當之穩陣。咁但係咧，佢依個 C 位咧就用快拆嘅設計嘅，佢就冇將個 C 位帶走或者。冇鎖住個 C 位，咁好容易咧，俾賊人好輕易咧就可以攞走個 C 位噶啦。咁啊，再睇下其他單車，好似呢架咁樣，亦都將尾轆鎖住啦。咁但係咧，呢個鎖嘅 wire 就比較幼身。咁誒，長時間想鎖喺室外嘅話咧，就最好用翻一啲穩固啲、粗啲嘅鎖啦。就好似呢架單車咁，個鎖咧就夠粗啦，亦都咧將前轆三個轆一齊鎖住，尾轆亦都有鎖住，同埋有一個 U 型鎖將架單車鎖喺單車架上面。咁但係咧，佢個 C 位亦都係冇鎖到，咁啊俾人攞走咗。咁擺喺街嘅單車，如果你冇鎖嘅地方，好容易就俾賊人逐一逐一咁樣偷走，好似呢架單車咁樣，頭轆、尾轆、C 位同埋頭柱都俾人偷走咗嘅。咁所以市民喺鎖單車嘅時候就真係要留意啦。有冇試過俾人偷單車啊？有喎，試過。咦？係啊，點樣偷啊？係喺我屋村嗰度咯。成個屍偷走咗，有啲啊剪咗把鎖，成部攞咗去。走啦，我喺送門口嗰度啦，俾人偷咗啦，兩部，係啦，一部新一部舊，仲同一線咧，又係偷火線碌咁樣。飲完茶冇咗架單車咯，成架唔見咗啊！成架唔見咗啊！偷咧就多數好少喺呢啲地方偷噶，喺嗰啲咩近紅綠燈位啊，有地方擺單車嗰啲偷啦，因為佢停架車喺度，剪都唔使三分鐘啊，竇幾架車上個車尾。如果大家只是将车身锁住的话，贼人只需要将前轮的快拆松开，不用十秒钟就可以将你的车轮拿走。所以如果大家的车轮是用快拆锁住在前叉的话，记得在锁单车的时候要将车架和车轮锁在一起。如果不是，快拆方便到自己之余也都方便贼人的。如果你部单车必须要锁在街外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快拆了，用普通的车轴螺丝帽将前轮固定在前叉。如果不是，到時你部單車很可能會好像很多不幸的單車一樣，變成一部鎖在路邊沒有前後輪的單車架的了。我會建議大家使用這些比較穩固的鋼製鎖頭，鎖車的時候鎖在車身中間的三角位和車輪。
果想再穩陣啲，可以試下用纜鎖將前轆鎖埋 U 鎖嗰度。咁當賊人想偷你嘅單車嘅時候，佢都會諗一諗，因為佢需要用更多嘅時間先至可以偷到你部單車。仲有就係唔好將鎖頭貼地，最好坐喺高少少嘅位置，因為有部分賊人甚至會用鐵錘之類嘅工具直接重擊去損毀你個鎖。老細啊，係收咗單車啊，收呢部啊，係啊，呢度噴得黑曬，嗰度咁污糟。哦，我平時鎖街啫嘛，架車嘅高度又唔啱你，係咪你噶？係，架單車係我噶，咁你收唔收啊？有冇單啊？單啊，我唔見咗好耐咯喎。冇單我哋唔收嘅喎。咁啊，架車我平啲讓俾你啦。唉，唔好啦，冇單我哋唔收啦。咁啊，唔該啊。呢、這個店主咧做得好啱啦，佢收一啲來歷不明嘅單車。賊人偷單車除咗係自用之外，好多時咧都拎去單車鋪出售圖利。如果店主不問來歷咁收咗架單車，有機會觸犯法例㗎。所以市民如果單車經常係鎖喺屋外嘅話咧，最好就唔好令到佢咁容易引起其他人嘅注目啦。如果唔介意嘅話，可以喺車架上面噴一啲特別嘅顏色，或者貼上一啲特別嘅貼紙，目的係令到架單車轉售嘅時候價值減低。簡單啲嚟講，你架單車喺賊人眼中越有價值，佢俾人偷走嘅機會就會越高。雖然呢個方法唔係咁多人用，但係佢一定會大大減低你架單車俾人偷走嘅機會。仲有記得幫你架單車影相，尤其是喺一啲特別嘅圖案或者花紋嘅位置，保留你購買嘅時候嘅單據同埋記錄低車身嘅編號。雖然做曬以上種種嘅措施，都唔一定完全確保你架單車唔會俾人偷走，但係有一點係肯定嘅，你架單車俾人偷走嘅機會一定會大大減少。因為賊人是取易不取難的。最後一句啦，如果你真的愛惜你的單車的話，記得不要亂放你的單車啦。大家在踩單車的時候，除了要注意安全之外，你都要好好保管自己的單車。如果不是的話，就會被賊人有機可乘的啦。而單車偷竊的案件在近期都有發生，院長不如跟大家講解一下。好啊 ，Bonnie。就以新界南總區為例，在2015年頭半年就已經發生了141宗單車偷竊的案件。較去年2014年的同期68宗上升了一倍有多，賊人往往會揀喺深夜時分或者一啲冇保安員看守的地方落手，佢哋甚至會假扮屋苑住客潛入呢啲屋苑，或者去到一啲公眾停泊單車的地方，伺機剪斷鎖住呢啲單車嘅單車鎖鏈，然後駕駛呢啲單車離開。有不少嘅市民因為屋企咧冇地方安置單車，於是咧將個單車放喺屋苑裏邊嘅單車停泊處度。咁警方咧就住呢方面有咩建議俾翻屋苑嘅管理處咧？就住呢方面，我哋警方建議屋苑嘅管理公司應該將一啲單車停泊處設置喺一啲光線充足同有保安員巡邏嘅地方。另外，最好就喺呢地方加裝一啲閉路電視同一啲堅固嘅單車鎖欄，同埋張貼告示提醒車主應該要鎖好自己嘅單車，減低賊人得手嘅機會。我哋新界南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仲會不定時喺區內嘅唔同屋苑向市民派發傳單，希望提升翻市民嘅防盜意識。外界港鐵旺角東站對開嘅交通交匯處，喺今年嘅7月2日早上大約9:05，喺我對開嘅位置發生咗中致命交通意外，導致一名80歲嘅男途人死亡。警方希望大家幫手提供消息協助調查。當時一架59X 巴士右轉駛嚟港鐵旺角東站的交通交匯處的時候，就將一名正在橫過馬路80歲的男子撞到了。這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其後被送往醫院搶救，可惜最終證實不治。警方在這裡作出呼籲，大家在今年的7月2日早上大約9:05，有沒有人在港鐵旺角東站對開的交通交匯處候車，又或者當時是在59X 巴士上的乘客目睹意外發生的經過呢？如果有的話，請盡快同西九龍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1隊的同事聯絡，他們的電話是2773-5200 2773-5200。如果大家有上述的交通意外消息，記住通知警方啦。提提各位，由於節目調動關係，下星期的警訊節目將會暫停播映一次，而我們將會在9月26日晚在有台繼續播放，大家記住密切留意播放的時間。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各位再見，拜拜。
似我，硬汉子拼出一身刺。